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要理财找光大，新客户有专属的高收益项目。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的大力支持。哎，你上瘾了是吗？你那边啊，下一个。嗯，然后呢？走又去哪儿啊？走啊，啥吃面条，手擀面。哎，你觉得咱河南这个手擀面哪儿比较好吃？手擀面哈，你要说的话其实各地都有，但是我个人吧，我觉得新密吧，手擀面比较好吃。对对啊，新密手擀面嘛，前山手擀面。对对对对对啊，咱今儿带你去就吃个新密啊，新密的手擀面。天有点冷吧，面暖和点，别暖别管暖头吧。啊，哪儿啊？切面坊。切面坊。说起这手擀面，河南人对于它可是情有独钟。而作为我们熟悉的新密手擀面，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它难道仅仅就和我们常吃的鸡蛋捞面相接近吗？筋道，对，主要是它有营养在里面啊。它师傅做的可能是直接做的这种手工制力的啊、嗯、再加上它的配料啊也不错。配料啊，它配什么呀？这的话它一般是炒菜的啊，对对对，这一类的。它是汤面还是捞面？捞面。捞面就是捞面啊。对。哎，天这么冷还吃捞面吗？好吃呗。那就好吃呗。因为我们新密人都喜欢吃面嘛，我们有时候一天吃两顿，中午晚上都吃。拿量啊，干啥呀？这是哦，这是聊一聊嘛，聊天节目，边吃边聊的。天天看那个可胖可胖。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可瘦可瘦那个。哎，对对对对对，我最喜欢他了。你叫他叫啥？我不知道。那就你说那个人叫什么呀？那个叫小英吗？好，那啊，你答出来干嘛？要不然我心里可以平衡一下，你知道吗？哎呦，这个就是这的手擀面了，是吧？对对对。哎呀，什么味儿？军搭菜。军搭菜。对对对。是吗？这个菜就是军搭菜。嗯。哦，这个就是军搭菜。对。你们是要了一份菜直接放碗里的那种吗？对。对，人家这个面条啊。啊。都是一份面，新炒的卤。不是说炒的吗？不是做一大个卤，然后谁要给谁交。啊。而是人家你点几份面，炒多少卤。对。那番茄鸡蛋也是这样。对。能说出来梗搭菜这种一般都是新密。叫啥菜啊？我听那边说叫梗搭菜，军搭菜。新密女婿军搭菜。军搭菜，这是完全是为了导演着想的，你知道吗？然后省得导演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儿，一打错字了，咱新密人就不乐意他了，是吧？这我简单看一下菜单，我也知道这是啥字。哦，他是健身的女婿。是吗？来，他们那里都纯手工。纯手工的，所以在新密这个地方，捞面条比较出名，就是因为它是纯手工做出来的。对对，是吧？对，嗯，您是做什么行业的啊？您是做什么行业的？我是做系统集成的。系统集成哦。对对对。哎，那对着那就这一碗面来说的话，你觉得它能分成几大系统？首先分成两块啊，菜啊是军搭菜，军啊啊面。是石磨面，石磨面，对，嗯，面比较爽滑，嗯，比较有劲道，嗯，啊，菜呢就是绿色的军搭菜，嗯，爽口，有清新的味道，嗯，不错，啊，闻到了一股土的味儿。您哪人？啊，我平顶山的，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你平顶山人，怎么对这个新密的手擀面怎么这么了解啊？因为我认识新密女婿啊，对不对？这新密人几乎是天天吃石磨捞面。一年四季，哎，天天吃石工捞面。这那石工捞面确实是，这是家常便饭啊。嗯、没有米，没有啥子中不能没有石工捞面。哦，是绝对不能缺的，就像水和空气一样。哎，缺不了这东西。嗯，那时候他说这西北人说话口音都不像，这句咋不像俺正宗呀？我说那边是全，这边一说话都是西北味儿。您一般喜欢吃什么卤啊？军搭菜。军搭菜，哎，对，这仨字儿咋写的？那说两个，到底是军搭菜还是跟搭菜？说新密是跟搭菜，我在新密，在当地叫做跟搭菜。对，那军搭菜这个名字是哪来的？军搭菜在新密叫是军搭菜，
咱这边是疙瘩菜，疙瘩菜。因为那个菜含酸碱性比较大，吃着口味的一种的特殊的口味，比那个菜没有这个碱性味。哦，你说加点小青菜啊什么的，还吃不了这个味儿。哎，对，就这个菌大菜，别的菜没有这个酸碱性的味儿。那菌大菜碱性，它最的绝配就是这个鸡蛋。嗯，配鸡蛋菜是最好吃了，掺一点粉条。哦，是这样来哈，对，就是菌大菜，然后再炒点鸡蛋放进去，放点粉条进去，对对对，然后拌面条吃。对对对，带点糖是最好了。哎呀，你看那个表情，对，就得那样。看到没有？咋了？看到没有？那个大姐，擀面的大姐，啊，擀面，哦，就直接在那儿擀的是吧？等于是明档的在这儿。那咱去瞅一眼去吧，走。一碗地道的新蜜手擀面，我们发现除了纯手工之外，这面本身面香味突出是大家给出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这和粉条鸡蛋搭配的菌达菜，也就是新蜜人常说的根达菜，是要和面条分开的。你好，我能进去吗？能进。从那边绕哈。哦，里边好热闹的。你好，你好。哎，这是什么面啊？这个是绿豆面。绿豆面。对，绿豆面。大家伙吃的都是这种吗？有，这是一其中的一种，还有个白面，纯面面，白面。哦，纯白面的。对。哦，这些也是绿豆面的吗？这个是绿豆面。都是绿豆的。啊，对。就您一个人擀呢？两个。两个人。啊，还有那个大姐在下面条。啊，能跟得上吗？啊，我们提前都做出来，早上七点都过来，七点过来和面，面是这个面和了以后，醒两个小时再开始擀它，全部都是手工的。咱这个面粉是专一挑选的那个，温麦六号，在咱们那个新密西北部啊，那个山上的空气不是也好吗？叫温麦六号。温麦六号。对。温麦六号。你不知道。它这个面筋道，它这个面筋道。啊，知道了吗？这里的手擀面所用的面粉是自己种的小麦磨成的，和我们常说的七零面相比，师傅告诉我们他们使用的是八零面，也就是面粉更加原始，所以面本身的香味也更加突出。对于这一点，从面条的颜色上就能清晰地分辨出来。如果面是新蜜手擀面的主要特点，那么令它增色的就是根达菜的加入。菌达菜是哪个菜啊？这算是，这算是什么菜啊？到底？这是属于新蜜的特色。只有新蜜有吗？对，别的地方买不来。他买不来的。对对对，我们老板专门在新蜜找到地，让别人种的。这不能直接吃，那个炒熟再吃。要直接吃会怎样？这个直接吃了不好吃。这个是不是要搭配这个鸡蛋啊？对，那个柴鸡蛋。会直接吃啊？好吃啊。阿忠，吃完的。刚吃的时候入口是甜的。对对对，有点醋味，有点饭甜是吧？不是，一开始就有甜味出来。对，它青菜好多。有点像吃水果一样，但是说句实话，吃到最后的时候，有点苦。但炒熟之后就没事了。就没事了是吧？好吃的很。好吃的很。对。你哪人呢？我新密人。新密人。对。哎，刚才鸡蛋呢？这个。啊，对，这个柴鸡蛋。这柴鸡蛋。对对对。粉条啊。里面有粉条。有粉条。啊，对。啊。就捞面吃。就捞面吃哈。对对对。你会炒不会？会。会炒，先炒一个呗。可以，可以啊，没问题。我要吃最热乎的啊。作为新蜜最有特色的卤，它与生俱来的特点就是必须要现做现炒。柴鸡蛋先要煎至金黄，然后捞出备用，炒香料头，再把吃着苦涩的根达菜放入翻炒。随着温度升高，根达菜的苦味就会被去除，只留下清香。然后加入粉条和鸡蛋，这手擀面的卤就做好了。经过观察，我们发现这新蜜手擀面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得趁热吃。感谢承德露露对本栏目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啊，
吃这个捞面条哈，对咱河南人来说，这个蒜汁儿呢是必不可少的。而吃这个新密的手擀捞面条的话哈，然后蒜汁儿再加上十香菜，这是必不可少的。嗯，面条本身哈确实是比较劲道的那种，但它这种劲道不属于那种面和特别硬的那种，而是面本身的那种筋度已经出来了。除了面本身之外哈，更多其实是它配料这些配菜的味道会更足一些哈。尤其说到这个叫做军达菜或者叫根达菜哈，这个菜吃起来的时候呢，它带着一定的脆度在，而且这时候你再吃起来就已经没有了刚才生吃的时候那种苦涩的味道，反正它就是带着那种淡淡的甜味儿。当然在这边除了能够吃到这个新密的这个手擀捞面条之外呢，还会有几样这个新密这边的特色。嗯，比如这个用醋拌出来这个猪蹄儿哈，你吃起来会跟平常我们吃的您甭管是热的还是凉的猪蹄感觉都不一样。它这个猪蹄你吃起来呢，它现在其实作为一道凉菜来的，但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还有那种软软糯糯筋筋的感觉，再加上那种醋的香味儿，还有那个蒜汁的味道哈，你会觉得哎呦，跟平常吃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会觉得哎特别的好吃哈。卷煎嘛，其实它制作的时候呢是会很复杂的，你看起来它是很简单的，外表呢先煎上一个鸡蛋皮，然后把那个粉条啊粉线呢、啊、还有肉馅啊直接都拌在一起之后呢包进去，然后还要上笼蒸，蒸完之后呢才会是现在这个状态哈。来来来，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我是孟涵。最近有很多我们的观众留言啊，说这个临近年末了，这聚会的日子是越来越多了，希望我们能给大家伙推荐一些能够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地方。这不，今天我们导演啊就找到一个地方满足你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每逢年末，各式各样的聚会就频繁了起来，那些曾经约好的饭局是否都已经兑现了呢？至于去哪儿吃嘛，听导演说今天咱们要去打探的是一家可以欢聚在一起畅快喝酒吃烤肉的地方，不知道是否合您的胃口呢？哇，哎，好热闹呀，而且进来之后感觉空气里都是烤肉的香味儿，你看这桌好丰盛啊！哎，有虾，有这个大补的，对，是吧？腰子。不过你们用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我怎么没见过呀？怎么说呢？一个火盆吧，算是。火盆烤肉。对，是这个吗？对，也是他们这儿特色嘛，泥炉嘛，就是专门的那种泥土，然后把它给烧制成这样一个盆的形状，然后把这个炭搁到里面。这种泥炉你们原来见过吗？确实，平常一般我们很少就是在饭店见到有这样的烤，因为怎么说呢？因为用这个烤的话，可能对于这种食材来说更容易入味一点，更入味。对，更入味。你们是吃到嘴里感觉到了是吧？对对对，这个口感比较好。现在吃这个烤肉的话，好多都是电烤的。没错。对，现在它是个碳烤的，碳烤的话现在都比较符合这个最原始的烤肉的那种吃法，它能最大程度的烤出来，哎，你这个词我喜欢，原始啊，对呀，它保留这个肉的最基本的那个肉香味，原汁原味。对对，这个是我们点了一份，然后秘制大块肉点了两份，然后为什么点两份大块肉啊？因为感觉这个就是烤起来就是比较适合女生的口味吧，应该这个稍微有点辣了，我感觉。你说比较适合女生的口味是什么口味？就是甜甜的，然后又就比较嫩吧，应该说是。肉是甜的吗？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吃着就是口感，我们加着生菜吃，感觉就能吃到甜甜的味道，不知道是为啥。那个牛排是有点发甜的感觉，就是我特别喜欢吃发甜的。我觉得挺好吃的。牛排怎么会是甜的呢？是它好像是要那个叫什么
黑椒汁，然后它要它之前是要过那个酱的是吧，有那个对要腌制的，然后就会有点发甜。围着烧炭火的泥盆吃烤肉，不得不承认这种吃烧烤的方式还真是挺特别挺原始的。不过话说回来，刚才不止一位食客朋友提到烤肉吃起来味道甜甜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儿，为什么都在用那样一个小泥盆儿还是泥炉来吃这个烤肉啊？很少见这个。因为这个是泥炉，是那个烤肉的特色泥炉，就是它用的是黄泥，就是套的那个炉子，保温性高，就是烤出的肉口感好。哎呦，是吗？我听听这个口音，不是本地人吧？东北的，沈阳的。东北的。那这个东西是从你们家乡那边传过来的吗？从那传过来，其实这个泥是从延边传过来的。延边。那它这个保温性强，对咱们烤出来的这个肉的口感和味道有什么影响吗？那个烤对肉好，因为啥？它那个热聚热嘛，聚热的话肉烤出来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肉能烤完。如果它要散热的情况下，肉烤的慢，完了肉的口感就不好。火力就一散的话就不集中了，对，肉就不好吃了。肉就不好吃，烤的慢，它就是那个汁儿全都啥，就是汁儿都流失了。哎，我问你啊，一般咱们吃肉的话，就是觉得鲜一点的会比较好吃。像它这个颜色，您这是牛肉不应该是红色的吗？红不，刚腌的时候是红色，红色的是这个，这是刚腌的是这种颜色。它俩是一样的是吧？它俩是一种肉，这就是腌入味了。那像您这一块肉是用什么调料腌了多久啊？这个也是腌了两天。腌了两天啊，冬天的时候要两，要夏天也就是腌一天。48小时啊，腌这么久啊？那要不入味，因为它你看厚，有厚度。哦，那您是用什么调料腌的呀？我们能看一下吗？调料就是这个调料，咱们提前熬好的调料。这什么呀？水果。就是、这长毛了吗？没有，这上面是那是调料。这梨泡的是萝卜。不是，是梨、苹果还有猕猴桃什么的。有没有勺子呀？我捞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哦，这个能看出来，大片的梨、苹果。为什么要在里面加水果呀？加水果就是肉吧，去肉的那个肉的不稍微有点腥气、膻气吗？加到水果以后，既去了膻，去了膻气，又有那个肉有水果的香气。会有那种水果淡淡的甜味吗？有。这个算不算是你们老板研制的秘方啊？是老板研制的秘方。哎呦，放这么多的梨进去啊！你看。用水果腌制牛肉，难怪大家都说这烤肉吃起来味道甜甜的。而且除了这充满水果香味的烤肉之外，在采访的过程中，孟涵还发现了一种特别的食材，就是现在我们烤的这个是挺有特色的，一般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有这样烤这个鳗鱼的啊。然后呢，鳗鱼还能烤着吃？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啊，这个对，你印象当中鳗鱼应该都是跟什么配在一起吃的？石锅拌饭里头会有吧？对啊，但是这个烤着的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对对对，真的，我还真的没有见过一整条完整的鳗鱼摆在我面前，这是一整条吧？对，而且这个你们来的可能这个时间上有点，他刚才这个头还在一直在动。好吧，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恐怖的样子。对对，反正这个肉吃的不像普通的肉，吃的比较软，这个是比较筋一点，啊，口感比较好，入口的感觉比较好。刺多吗？没有刺。没有刺。对，这个没有刺，小朋友可能吃的都没有问题啊。就挺鲜的，而且配着这个紫菜，又觉得特别好玩，就觉得还挺好吃的。配着紫菜怎么吃啊？就是把这个蘸这个鳗鱼酱，然后加着这个紫菜。然后是这样，然后卷起来，就是会有两种味道，有一个像这个紫菜卷的味道，还有有鳗鱼的味道，就是感觉两个味道叠加在一起还挺好吃的。海苔是那个皮儿是脆的嘛，然后里面的肉就是也是弹弹的，然后反正就是挺好吃的，脆和弹结合在一起的口感。我又流口水了。这是哪里的吃法呀？这个是从延边他引进，这个鱼一般他那边吃的多，但是咱我不是东北的嘛，这个东北的沈阳吃的也特别多吧，所以我就在这给引进，就是个鳗鱼，烤鳗鱼。这个就是刚才大家吃的那个鳗鱼吗？对。哇，哎呀，这怎么还在动啊？因为它的雄性还没死，所以说这个鳗鱼的生命力特别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会动，是因为它这个鳗鱼是鲜活的，是吗？嗯。拿一块看一下，好不好？对。你看的就是那鱼。哇。就是那种看着颤巍巍的那种，
是不是感觉皮肉分明的，中间这个捏上去就是弹弹的，特别肥美的样子，看着颜色也亮， QQ 弹弹的，我想着一会儿就能把它烤吃了，现在就开始咽口水了。肉质肥美，口感 Q 弹，平时只有在日料店才能吃到的鳗鱼，在这里竟然可以整条烤着吃。看着这滋滋冒油的泥炉，闻着这阵阵飘来的肉香，还等什么呢？这就开。八成熟啊，可以了，特别香。哇，刚才那一大口下去，真的超过瘾。它这个就是淡淡的那种盐味儿，然后很明显的肉本身的牛肉的香味儿，然后再带着一点点上面带着脂肪的油香，然后后味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清甜的水果的香气。我觉得这个味道比较复合，整体来说你基本上能吃到这个食材原汁原味。因为我刚才加的那一块是刚才我们吃的大块肉上面肥瘦相间的那个部位，所以吃到嘴里你知道那个油脂的部分真的是油而不腻，吃到你嘴巴里好像就像化进去了一样。而且因为它这个肉，你看这个大块肉它切的比较厚，所以这样烤完切成条了之后吃在你嘴巴里，加上这个火候又处理的比较好，基本上就是嫩中有弹，弹中有筋，但是又啊，可以了是吗？对，可以。不常见的新鲜食材鳗鱼，今天我们烤着吃，近在咫尺。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鳗鱼的烤鳗鱼的正确吃法。店家的秘制料汁，你看有点稠啊，这样蘸一下，有点像片的北京烤鸭蘸酱，是不是？但是这个明显要比那个稠一些。我刚才悄悄地尝了一口这个酱，我感觉里面有甜甜的味道，有可能是放了蜂蜜，想象一下那个味道。然后拿这个脆脆的海苔这样包一下，哇，今天只想说一句导演好爱你啊，以后还带我吃这么洋气的食物好吗？是啊，哇哦，吃原味的鳗鱼已经让你觉得很鲜很肥美了，你吃这个蘸完酱又裹着海苔的之后，你会觉得原来食物还会有这么多升华的味道。外面这一层海苔它带着那种海鲜特有的鲜味，脆脆的，里面的这个鳗鱼呢它是比较弹比较软的，两种不同的口感，脆的和软的弹的碰撞在一起。还有就是这个鳗鱼本身那种肥美的油香味，再加上这个酱有一点点甜甜的咸味，再加上海苔本身那种很新鲜的海洋的味道，你想象一下这几种味道和口感碰撞在一起，话不多说，我要再吃第二个了，太好吃了。这家原始泥炉烤肉的地址您可要记好了，郑州市英协路与凤鸣路交叉口向北150米路东，有酒有肉有朋友，若今年的聚会还没有选好去处，这里或许可以作为您的一个选择。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香香美食，我是香香。哎呦，一看我身后这景就知道今儿个呀逛商场，平时特别忙，其实呢逛商场的时间很少，而且呢一般来这儿就是为了吃哈。导演，今儿个咱吃啥？这么多好吃的，我顿时都没了主意了。我这个别肉，别肉，别肉！哦，吃山药啊！哦，来商场里吃山药。嗯，山药好东西啊，我们都知道，这是咱河南特产嘛，就是焦作温县的哈。但是我觉得想把它吃得好吃挺难的。今天就吃这个。今天的吃法估计你没吃过。哎呦，我跟你讲，我特别不喜欢听什么一说就是，哎呦，你可能没见过，哎呦，你可能没吃过，我。我的名字叫香香，做这个节目也有17年了好吗？我没吃过，不可能。说起铁棍山药大家都经常吃，可要说您没吃过，估计谁都会和香香一样满肚子的不满。一根小小的山药还能吃出什么花样吗？啊，哎，这不用说，这肯定是山药汁儿，我看到那有山药了。
那个也是蒸好的山药啊，有山药豆，山药酱，它能做成酱呢。别的也没啥呀。啊，我知道了，今天肯定吃甜食。怎么可能是这呀？啊，不是这个。坐那儿立马给你上来。哎，行，我就坐那儿，我找个位儿吧。Hello， 嘿嘿嘿嘿。哇，好漂亮，长得好像何晴啊，都在吃面。嗯，我的。哦呦，呵，知道我爱吃辣的。这碗面，来，让我看一看啊，这山药在哪儿呢？哎，这是胡萝卜，这不是山药，是不是忘放了？没有见啊，不应该是切成一段一段的吗？没有啊，啊？可能我知道了，这个浇的这个卤啊，里面估计是有山药，但是我碰巧我这碗可能没盛着。我说香香姐，您这美食界的大咖今天可是有点失常，看待问题怎么总是这么表面呢？用你的舌尖再仔细探索探索吧，那山药呀就在你的碗里。就没有山药吗？是你没有吃出来，没有吃着，没有找到。还能有我没吃出来没找着的吗？你失手了。我还失手了？也可能失口了。失口了？我问问。你看我们他那喝光了一大碗。哎呦，都是他喝的吗？我不相信。哎呀，他喝一大半了。是吗？喜欢喝。他喜欢喝汤。他喜欢吃这个面。菌菇汤哈、真的是吃得很干净了。小碗大碗都喝光了。这个碗一吃一碗面。一碗面。哎呀，一碗。有厉害小伙子，要长大高个呢是吗？您找到这个碗里的山药了吗？就我刚才吃的时候我没找着这个。没有。你看我就说什么来着？找到。这里有山药吗？这里真的有吗？我感觉应该是在这个面里边吧。面里面山药做成面条吗？它是山药和面，它不是有山药。活的面，这山药能活到面里面？会不会是山药泥或者山药粉？应该这个面就是山药粉做的。啊，是能吃出来山药的味道吗？吃不出来。你看，我就说嘛，我也没吃出来。把山药做成面条，这种吃法还真不常见。虽然面条本身大家没有吃出山药味儿，但这口感却也和咱们常吃的面条完全不同。平常的面可能就嚼起来就感觉木一点会，这个面的话就是吃起来就是有点那种筋筋的，它就比一般面条要更筋道一些。对，是的，比较精华，有点筋又滑滑的。吃的时候不知道，还找山药呢。对，觉得是普通面啊，但是你是在吃的时候看看图片，哎，这个面还比较有嚼劲的，可能跟其他不一样。的确是，也吃起来不一样啊。对，有嚼劲。哎呦，这可太用心了！原来这个是用山药和面做的面，就是我说嘛，我刚才吃，其实我觉得它的口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它，第一，它这个面。就是你看上去好像它很容易就会断，好像是会粉的样子，但是它特别弹，还很光，而且这个面不直，看到了吗？就吃上去有弹有滑，但是会稍微有点黏，就是有点糯的感觉。这回知道，那是因为山药活在里面了。哎，但是这个山药怎么活在里面？真的是打成汁儿了吗？是呀，这所谓的山药面条到底是山药粉、山药泥，还是山药打成汁儿和面做成的面条呢？其实这个答案在一进门那个明档的时候就能看到，只不过当时香香没往那方面想。什么个意思呢？咋还称一称啊？这因为是这个面，这个山药面有比例，半斤山药，半斤面，1:1的比例。哦，哎，就是这个山药生着就直接往里活嘛，这怎么变成山药面了？怎么活一起？我特别好奇，目前还看不出来。这个因为需要削皮儿，削皮儿，然后这个切，
用刀改成小粒，然后用纱布挤成汁儿。哦、oh, ，就是把这个山药最后是其实是做成了山药汁儿，再和到里头。对对对对，没错，做这个山药面条其实很简单，就是新鲜的铁锅山药清洗干净，削皮儿切丁，然后就只需要一张纱布和一根擀面杖了。哦，这要放到这纱布里了，这要用手捏，好家伙！还得用擀杖擀一下，把针叶擀出来。就只要它的汁液，其实我刚才想会不会像平常做面点一样哈、啊，是把这山药蒸熟，然后把这个山药的肉给它拧成山药泥，然后再和到面里。其实不是了，哎呦，快看快看，你这样压汁不都流出来了？这个不会，因为这个山药是粘性的，因为粘性的它这针叶不会有往外流。哦，你看，真的呀，很神奇。你看，汁儿已经把它挤出来，但是案板上没有什么，都在这儿了。哟，呵，这真的就是山药汁儿了，又黏又滑。将挤压出来的纯山药汁儿1:1加入面粉当中，反复揉搓40多分钟后，将和好的山药面放入压面机中，这碗铁棍山药面就成了。直接是这个山药汁儿和面，对，不加水的，不加水，纯山药汁儿。哦，怪不得你说这样我肯定吃不出来啊。而且山药本身它没有味道的，正是因为山药无色无味，店家为了证明自己的面就是山药做成的，所以专门在门口设置了明档厨房供大家一探究竟。虽然山药面本身没有味道，但人家的汤底儿和卤料却很丰富，因此这口味也很多样。他那个酸菜鱼，上次我朋友来吃那种酸菜鱼，辣的也挺好吃的，辣的。还有酸菜鱼口味的。啊，酸菜鱼它有个辣的，也不好，也挺好吃。还有招牌牛肉面，他们家几个面我都知道。哦，您都吃过是吗？也都吃过。他都吃过，我专门吃菌菇的。您就专吃菌菇啊？菌菇带着宝宝。对对对，因为他不吃辣的。哦，就跟着他一起吃。菌菇鲜嘛，很鲜的。还有那个拌面，比较热门的，比较好吃的。热门的拌面也很热门，我感觉比较热。拌面，哎，点的人比较多。吃个拌面啊，是不是？哎呦，哎，这个我推荐，这口味太独特了。有加热过的蒜片的香，就是那种蒜油啊喷过的蒜片的香，有一种很利口的酸，还带一点甜，但这个酸呢好像又不是醋。有点酸甜的感觉，但酸得很利口，同时呢味道又比较重，又有酱香味儿，这个太神奇了，这个不像是醋啊，这里面加的什么呢？我真的很推荐您尝尝这个，跟我们想到的干杯面完全不一样。要说之前香香吃的牛肉山药面提味还需要牛肉汤、牛肉块以及各种配菜的话，这碗菌菇干拌面就简单的多了，只加了一种酱，酸甜鲜全靠这黑黑的酱，尤其是那特殊的酸味儿，就是这个，不是醋，对不对？对，醋不可能做成这样的酱料，而且我觉得它是发酵过的，有那种发酵过的酸味。您非常专业，到底里面加的是什么？来，我们写一下，就是我们用野生的小番茄发酵出来的。哎，你这么一说，有它这种味儿，真的有这种，就是像水果啊，就这一类的酸甜的味道，
就里面加的是它提的酸味儿。对，它里面还有特殊的含量，就是稍微有点辣椒粉。哦，加了一点点辣，这个就是这样一直腌着来的哈。这样温度合适情况下，大概三天；如果温度适中的情况下，24小时就够了。哦，真好酸。没加醋吧？真的特别酸，但它有那种番茄的香。但是跟醋真的不一样，它后面会更有一些独特的香味，有醇香。啊，你是不是流口水了都？比如说这个就是番茄的香味儿，对，而且还有甜口。对，带甜味儿，所以我刚才就说它不是醋的酸。我真的挺建议您尝尝这个干拌面。我觉得这一碗用到的酱，因为它是自然发酵，可能每次跟每一次的还不太一样，这个要更偏甜口一些，但是它很利口。其实我觉得今天把这个山药啊做成了面，属于是非常规的吃法。那常规的吃法是什么呢？山药汁儿，这个炸的山药，这个你知道什么吗？山药豆花儿，哇，厉害吧？这个呢，蓝莓山药，这个就是番茄豆腐山药汤。我收回以前对吃山药的不正确的这个说法，因为之前接触到自己在家里吃山药都是蒸一下煮一下熬个粥之类的，没想到今天山药吃出这么多的花样，真的挺开心的。咱河南的好东西能吃出花样，让更多的人接受和喜欢，也还真的是蛮不错的。来吧，怎么样，您对这山药的新吃法儿感觉如何呢？想要尝鲜，地址您记好了，就在郑州市棉纺西路锦逸城 C 区4楼庐山月山药面馆。师傅，在上菜。好，对对对，又要下来呢。在这儿。又也是昨天就来。哦，里边有那个凉透了那个鲜鱼嘞，要点鲜鱼嘞吧。嗯，你泡多少？要100块钱嘞吧。你要长一点，短一点啊？那都无所谓，这好的都用。这都是鲜鱼的一样，都是纯熟的。要匀不溜那根吧，你给我挑点吧。要匀不溜儿。那个一样。要100块钱了不是？要100块钱嘞吧？多少钱一斤呢？40。真是想上咋样似的，想上。都吃到现在吃多少年了都，味道不错。你买的是啥味儿的？五香了。五香嘞？五香了。哎，一般都是五香的吧。今天下午又招待人。这回家是咋吃的？直接都这样吃。这都蒸好嘞，大家直接切了吃就行了。1978年的时候，还是最晚这一家香肠，跟现在濮阳不一样。濮阳现在到处都是卖香肠。那咱这是属于百年老字号了，并且这个味道能保持到一直保持到现在。咱这个真的又香又利口，还得不上牙，吃着还得有嘬头。每一年做这个香肠到春节的话，濮阳县城市也好农村也好，80%是必备之菜，必备了一道酒菜。那就是酒桌上的一道美味啊。这个家家户户来着，好比串门啊，走亲戚啊，朋友来往啊，这都是切个香肠，弄个牛肉，调个虾水，都是习惯。那这都是濮阳老习惯。弄两个菜的，转那都开始喝开了。现在是不是买香肠比较多一点？现在？现在啊，现在比夏季销量大。这不是快过春节了吧？订了香肠，连这个来开安弄啥都是用的这个香肠。这是准备弄啥？这是出摊儿，出摊儿。啊，那北街的。这你前天早上都得帮老伴弄弄是吧？哎。就帮他把那个摊儿收拾收拾，这货给他填填，
天天懂事，他走的时候放省事。太了不起，你都饿着吧，饿着。吃了啊，老板儿小了还？太小了。哎，都六十了。哎呦，你锁门了啊？哎，走吧，你这我来，走吧。没事，走吧呢。四盘楼是啥地方？四盘楼就是中心的，濮阳的中心。你这儿住多少年？我呀，啊，我就是我都是濮阳娃娃，在濮阳生，在濮阳长，每天晚上都喝酒，喝酒的时候就是切两片香菜，弄两片粉肚，就在当嘴药用了。跟自己喝还是跟我自己喝？我自己喝，有时候俺老婆先喝了，就陪着我喝一点。慢点啊，先把这跑，慢跑，领导，领导，跟着走，往表达吧。还是二号跟那四号？走，表达。好，一会儿给你送去啊。好，我要的肉就是这个前腿跟那后腿肉，这个咱这个装香菜跟这个其他的用法不一样。这个后腿肉它是这个吃着脆，前腿肉吃着筋拽，把它俩一掺和来说，有口感。咱的香肠为啥没有肥肉？咱的香肠，咱用的都是纯筋肉。现在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主要来说生活条件不好，都爱吃这个肥的。现在来说条件都高了，都不用这个肥的了。前腿本身都没加那么多的肉丝儿，它在那骨头再一提，就行那么厚一种片儿。一老板，再到外边那个皮一扒，人家就显那么厚一点儿。好吃啊！对了，好吃。炖肉，洗前头。包饺子弄下这个炒肉，炒菜弄下都是后边。炒起来那个菜那个肉，它不皮条，吸着是里壳脆了。尝一薄膜，再用了不是那个糯米了啊，不是那。咱用的是原菜，这皮子是咸的啊。哦，为啥呀？用盐腌着了，你没看见我那里有盐呢？用盐腌着它不坏。菜基本到了底儿，有好处它就是自己，你把它装进香肠之后，它自己都压缩了，一凉它一压缩，一小它这个味儿都进来快了。偏条的时候都是顺丝儿。你切碟的时候都是顶丝儿，离老家六百里地，起名起了个六百句，它这个字号也有意义，就是怕下边小孩不记得老家。六百里地方位你找去吧，老家离濮阳六百里地，你就到山东那边找去，那都找到李成那玩意儿。是。老祖传来了那个秘方，多少斤肉下多少料，这有一定的规定了。哦，啊，那这个料里边都有啥料？你大概问一下，看看你能给我猜下几种。蚝口有，肉口有，香烟吗？没有，你都外行了啊。香肠里边不能放香烟，嗯，它多味。哦，这里边大致料我跟你说几样吧。啊。肉口、丁香、碧螺、大会少量，下边不再跟你学了，跟你学了都该泄密了。这个装起来之后凉的时候把它腌着了。哦，你把它装起来之后，等一下，你把它晾起来了吗？先拌匀。啊，把料拌匀了，等到它这个凉的时候，它也干了，它也进味儿啊。这会不会辣呀？这套上坏啊？会不会破？你怎么容易破？破不记得破呀？三个粉不记得破呀？听友都看到了你，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它这个肉沾上水是不会坏的吗？沾水做了？因为这不是好多肉制品一沾水它容易坏。嗯，咱这里头有料拿着它了。哦，已经把它杀住了。嗯。这都咋会坏呀？哦，这样我想的。他这边漏点肉了，说他护住这个皮儿，他都刮不住了。对，
再弄到底儿，然后它弄着弄着往下滴入。哎，对了，这都看了吧？嗯。这个就是往那一装，这都是一块白。哦，这是一块白。哎，这都是那个沫。风干这个时间就是叫这个料味进到肉里边儿。几升啊这个？不用急啊。好多人都认为这个口在自己，实际上都不用急。这机器是那个？把空气。一个是干空气，再一个就在松紧呢。你这个松了。它里边来风，拘束之后里边有风，你要挤了它就崩了。该去挂了啊，该去晾了。《辐射》吧，竹签，啊，《辐射》吧，哦，这到竹签面的时候，下边举的时候，这把它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个点把它扎进人家三串。你看它不是这边这个有这个肉沫啊，肉沫它不出那油啊，对，它都吃顺着这个眼儿，把那油拍起来了。哦，再一个它这个肉里边不是有那个油脂啊，肉脂啊，有那个肉脂它顺着眼儿也出来了。就是你这咋不系个带儿啊，下面？鸡疙瘩那都是本性，它白搭。它南方的鸡疙瘩，它是怕这个肉跑起来了。这俺家的我家来说根本都不是要那，不怕那个。俺这来了，它不往外出。你现在它不往外取肉，等它一干一收缩，它才出来了。你像这香肠晾起来了，晾起来了，这有的那个想吃干来了，想吃干来了，你都把它多晾几天。你要想吃湿一点，不要那么干了，你就给它少晾两天。就像我这个香肠来说，不是一般的口味，就是晾一个星期左右，一个星期到十天。你要说它干吧，它也不是很干；你要说湿吧，它也不是很湿，半干。正符合大众口味，能晾这个三天。它都开到一块儿，这个捞起来之后，这个到那个屋的那个暗档亮起来了。晾，把它晾之后，把寒气连里边潮气都给它散发出来。晾了，就你拿去。要晾了，我给你拿。要热了，就给你啥的。放那干。这晾就是给它出出汗，把这个潮气去了，叫不干。捞个实惠，再一个来说，给它板着板着，直板直板。你不能是软不拉几了，不成形哎。这咱一定型来说。好看了，我这从濮阳打过来，跑过来买的。你买这啥味？这是五香的吧？尝吧，它这个肉，你现在来说，你看你看到这个肉块吗？对，这是白肉丝儿，是，这是红肉丝儿。对。你看你现在咱吃了哈，我这是我吃，我叫你看看。啊，你看，你都掰不开，这个晾这个香肠晾这七八天，对，都是叫它起着一个融合的作用。